好啦，咁啊，今日咧仍然系讲遇事我闻。今日咧，我会同大家讲及一啲好有趣嘅学问。呢个学问嚟嘅喎，咁咧我翻查字典咧 ，occultism 呢个咁样嘅解释咧，就叫神秘学，系一种学问嚟嘅。有西方咧好多本书介紹神秘學，而咧台灣亦譯咗好多有關神秘學嘅書籍。咁人家講神秘學係咪真好神秘咧？完全唔神秘。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邊咧，經常咧都見到、都聽聞到、接觸到呢啲神秘學的范围里面的东西，例如我们说看屋或者租紧屋住紧屋，就说要看风水咯。看风水呢就是神秘学的一种。又说呢新张开铺呢要拜地主咯，要拜四角咯，那这些都是神秘学。咁你話呢啲係民間宗教啫喎，如果係其他宗教咧，譬如話西方興嘅耶教咧，佢一樣咧有所謂清潔過呢個地方，清潔過呢個地方其實咧係一種神秘力量嚟嘅，所以亦稱為神秘學嗱。日常生活里面呢更加多的呢就是我们说算命啊、手相啊或者预言啊，那这些种种无论是东方西方的讲法或者他们的学说他们的经验都是神秘学来的。那当然呢在这个科学上呢他们清等等以上等等都为之pseudo science 假的形似的科学，实际不是科学来的。那么这些等等呢都是神秘学的范围里头的一种。尤其间说兴塔罗牌呢，以前呢就興八字嘅批命啦，甚至乎咧紫平術數啦，或者咧揭三世書咧，呢啲等等咧都係神秘學嚟嘅，亦係民間宗教裏邊嘅一種咧特色，佢哋嘅做法。咁日常生活裏邊咧，真係太多太多，我哋咧几咁科学嘅人，或者咧，几咁相信哲学道理嘅人，都认为咧，都会认为呢个世界上咧，真系有一啲嘢咧系冇法子用正常嘅逻辑推理系可以解决到问题嘅，系得到个答案嘅。咁佢哋咧都會應用咧一啲咧神秘學嘅知識或者神秘學嘅習慣嚟到去咧俾到一啲答案。呢啲咧喺現在社會嚟講咧係好通常見慣嘅，司空見慣嘅。咁好多人咧就即刻可以解釋，佢話科學唔係代表一切，唔能夠咧解決一切嘅問題。好多時咧，反而非科學嘅神秘學咧，仲可能咧解決到某啲問題添。咁我哋當然唔能夠完全相信啦，因為喺我嚟講，有一個理性的人，
一個理性掌握的思考的人。所以呢神秘學亦是一個呢研究的值得研究的科學，而不是一個呢迷信的對象。好啦，咁而解咗上高舉咗例，究竟神秘學咩嘢？神秘學咧喺字典上咧就係、是、講及一啲不能夠用現代科學我哋所知嘅科學嘅理由或者邏輯去推理到出嚟嘅答案嘅一種學問，係學問嚟嘅。好多人呢去研究，譬如佢嘅範圍廣闊到，譬如話我哋中國人講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即係讀書，頭嗰四樣嘢呢都係神秘學嘅範圍。讀書求知識，求明理，求做人嘅哲學，求思考嘅方式，呢、这個呢就係、是、好實際上人用嘅智慧。但係呢往往譬如宋真宗嘅所講，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呢啲呢並非一定係從考到功名咁理性嘅考試得嚟㗎喎。好有可能呢是都要撞啲彩嘅。一到撞彩呢就不能够解释㗎喇。譬如历代呢嘅试卷最后呢返去都要俾皇帝批阅。咁皇帝呢好有可能睇佢试卷嘅时候睇啲字靓唔靓。啲字靓呢咁就佢鍾意，佢未必鍾意嗰个文章，但佢鍾意字靚，咁就會俾咗個最高榮譽，譬如係考到個狀元俾佢。亦有因為個名，譬如啊，清代有位狀元劉春林，因為嗰年旱災，咁所以咧有春林，春天嘅雨水灌溉咗大地，幫咗大地，咁呢個意頭好啊。於是亦選為狀元，咁所以呢有陣時咧要靠撞彩咧，或者係有陣時要靠運氣咧，呢啲咧並不能夠完全係從讀書或者係理性嘅方面咧得到，真係比較奇怪。嗱，講完呢個日常生活嘅所謂 occultism。神秘學之後呢，咁我哋講講神秘學嘅起源係乜嘢，佢起源喺邊度呢？咁有好多人呢就講從西方同東方都有神秘學。喺譬如講西方嘅神秘學最遠嘅源流呢係喺埃及，古埃及，唔係而家埃及，古埃及喺嗰度呢已經係佢有源頭出現嘅啦。神秘學咧嘅歷史，所謂歷史啊，括住噶嘅講法，就係、是、咧當時啊，亞特蘭大人。上次我哋都講過亞特蘭大咧，一個陸沉咗嘅大陸喺大西洋。呢啲人咧喺陸沉之前咧，就分別咧走咗去兩岸。一個呢就去咗埃及，成立咗古埃及嘅王國。另一種呢就走咗南美洲，成為咗瑪雅文化。好啦，呢兩種咁樣嘅文化呢喺古代呢都係有神秘學嘅記載嘅。2012年嘅世界末日，好多人都推算啊，话系玛雅文化推算呢个世界到咗最后末日嗰日嚟噶啦。结果咧，我哋平安度过啦。
古埃及咧更加咧多，譬如佢哋要做一啲木乃伊，使啲国王咧嘅躯体咧能够保留。佢哋嘅意思咧，后边就假定咗灵魂系会将来复生嘅，佢哋有灵魂嘅。咁啊，最后咧就复生嘅时候咧，就躯体咧系可以咧永生。咁啊，呢个咧系其中一种佢嘅神秘学。咁啊，仲有好多好多动唔掂咁多嘅，真系太多。咁其次咧就系、是、古嘅希伯来，古嘅希伯来咧，佢由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先呢由 Ur 这个城呢一路迁至去巴勒斯坦，现在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家的所在，跟着海边是走一个呢所谓弯路。这个弯路呢其实是一个新月形斜一个大弯这样去到。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要找一个呢有海路出口和呢生活物产丰富的地方，安顿了呢这个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的工作环境。那么中间呢就在过途之中呢，过路途之中呢就吸收了很多其他沿途的民族的文化和他们的传说，以及呢他们的很多神话。那呢大家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看到的很多事例呢在月这个今生月的路程上高获得其他民族宗教的滋养呢亦甚多。甚至乎呢我们可以说呢早于旧约圣经成书的500至1000年前的挪亚方舟，在现在发掘出来的图片当中呢都有记载的。即是说呢挪亚方舟这个传说呢亦不是旧约圣经那么简单叙述 他见到的古希腊古这个希伯来人的，而是呢他是抄录自呢其他阿基德文化。现在呢在英国图书馆呢一栋栋书呢真的呢多如星上那么多，恒河沙数。不过香港呢就少人去研究，少人去阅读。但是呢这个古的希伯来这个所谓卡拉玛的神秘学呢自然也是它有它的源头。其次呢第三类呢就是古又是古啊古希腊和罗马的神话故事。那么也有人说呢古希腊神话的故事呢很多呢根源于亚历兰大里面的大陆很多国家里面的国王、公主、皇后的故事。那这个呢暂时呢是未曾有确实的证据。近年呢才开始有所谓海底的发掘，将呢海底的很多古迹呢尤其大西洋海底大陆的古迹呢慢慢翻出来。将来终于有日呢是可以证实到亚特兰大这个陆沉了的大陆真是存在过的。我们最早呢在诗歌度古的诗歌度呢曾经见过讲过亚特兰大，亦最重要在柏拉图希腊的古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徒弟的文章里面呢亦叙述过这个亚特兰大的
事迹。咁啊，西方人咧，亦好多人相信，真系之前咧试过有一个大陆喺大西洋嘅中间，四面环海，但系系一个高度文化嘅地方。嗱，唔止喎，仲有咧，有人推算过咧，喺呢个世界上咧，其实咧已经试过好多劫噶啦。个劫就一个文明嘅起源或者文明嘅陨落。喺一二期嘅文明嘅陨落，一二期嘅劫里边咧，我哋会睇到。人類咧係當時係冇乜文化，佢哋所穿嘅、所食嘅咧，或者佢哋所用嘅用具咧，都係比較原始嘅。直至到三四期咧，然後咧佢哋至有一個高度嘅文化嘅表現，而呢個高度文化咧，亦引致到咧慢慢使到人類咧變成。物質的奴隸，他們成為呢享樂的物質主義，卒之呢受到天譴，他們的居留地呢陸沉，而只有少數的呢是逃離了這個四面環水的大島嶼。那麼除了大西洋的大陸之外咧，喺太平洋咧嘅木，我哋中文叫木啊，呢個樹木嘅木，呢個文化咧，亦係咧好古老嘅，係一個咧曾經喺太平洋咧嘅中間，而家成為好多島嶼嘅。地方發生過，直至到最後來，而家現代嘅文化咧，就係第五代嘅劫嚟噶啦。而家咧係人類一樣係重複緊前幾劫嘅覆轍，非常好鬥、爭權奪利，尤其物質上。越發明得多，越係爭取得多，亦係咧靠搶掠、老劫嚟到去滿足自己嘅要求。喺精神上咧，雖然係好多中西方嘅思想家給予人類好多人生嘅指示，但係我相信。听从的人、信服的人、遵守的人相当少数。好啦，第四种的来源呢，这个神秘学其实呢都是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呢里面传流出来的。那你不是说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呢是纯粹讲道理，亦不是。好多佢哋所崇拜嘅所谓神迹，都系唔能够用人嘅智慧、人嘅理性咧去认识嘅。咁啊，究竟系一个法术咧，定系一个不能够解释嘅力量咧？我咧暂时不能够。同大家交代先，我仲要深入嘅研究。好啦，咁呢个系西方嘅神秘学嘅来源，喺中国神秘学嘅来源咧，亦有好多，最少咧有四种。咁第一种咧系佛教，呢个系产源于印度嘅宗教咧。它里面虽然很多是讲人生道理，是一个哲学来的，是一个无神论来的，
但係其中咧亦有講及到呢、这個神秘嘅力量，譬如佢相信輪迴，輪迴就係一個神秘力量。佢哋相信呢、这個鬼佛教多鬼噶，呢、这個鬼咧又有富貴鬼，有窮鬼，乜都鬼都有噶，喺山林叢林裏邊咧居住嘅。咁呢個咧鬼怪亦係神秘學嘅一種。咁第二種咧就來源於印度。而家印度咧係大部分人咧都改咗唔信佛教啊。佢哋嘅祖先咧亦有咧係來自婆羅門教嘅。後來經過佛祖改革之後咧，有婆羅門教咧轉譯為印度教，信三個神。這個呢個我哋早幾次咧都有講述過。咁其中咧呢、這個譬如話梵天，譬如係我哋成日講個比濕奴，或者濕婆，呢三個主要嘅大嘅神靈咧，佢哋咧都喺佛教裏邊咧都被包容咗，成為咗咧一啲佛教嘅神。喺絕作咧裏邊亦介紹過。提防下第三集咧，喺七月出版咧，大家咧可以去圖書館或者買本睇睇。佢哋去到中國之後咧，印度教嘅大神咧，大嘅神靈咧，係變成一咩樣子？咁當然咧，呢啲所謂印度教裏邊更多神秘學嘅種子噶啦。咁啊，呢個咧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咁其次仲有一樣嘢咧，就叫做藏傳嘅佛教，或者而家有人稱呼為之喇嘛教。咁大家都知道咧，喇嘛教最重要嘅一個講法咧，就係叫做神叫做靈童轉世。認為咧靈童咧係佢哋嘅活佛轉世嘅對象嚟嘅。咁究竟有冇一個轉世嘅靈童呢一種咁樣嘅現象咧？真係人言人説。不過咧，政治上咧，曾經咧喺由清朝至到中華民國，直至到而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幾代嘅政權咧，都對呢、這個西藏活佛嘅轉世成為靈童，都叉只腳落去咧做管理。咁清朝咧曾經試過金瓶制簽，試過將幾個靈童咧嘅身份寫咗佢嘅名字喺一個簽上高，然後咧就將佢哋由一個漢人嘅大官，唔係西藏人啊，漢人大官嚟到抽籤決定邊個繼承。尤其以黃教呢兩位咧，達賴、班禅兩位喇嘛係所謂大活佛，佢哋咧能夠得到西藏人民信教嘅教民嘅普遍支持嘅，所以佢政治力量、宗教力量咧合一係好大嘅。咁達賴喇嘛咧喺佢逃出咗中共統治之後咧，做咗西藏，逃咗西藏之後咧就去咗印度，喺印度成立咗流亡嘅政府。呢個流亡政府咧有佢首都，有佢嘅政治嘅官員嘅，咁佢哋咧雖然喺
俗世道咧都係講好多道理，但仍然咧有好多人相信佢哋係有法力嘅。嗱，有法力其實就係一個好重要嘅神秘學。神秘學就不能夠解釋，同科學一樣。科學係能夠解釋，同科學完全一樣，完全相反。科學就能夠用理性解釋，而且做不同嘅實驗都證明。而呢實驗咧嘅證明嘅答案咧所得咧係次次一樣嘅，即係唔會做一次就有一個新答案。每一次都是同樣得翻嗰個答案，咁呢啲事情，原來只能夠確定為真，否則咧都不能夠為真。但係神秘學啱啱相反，就係風水佬呃你十年八年。今個風水佬係咁講，第二個風水佬未必係咁講。今嘅算命先生同你係咁講。下一个算命先生未必同样嗰个人都会咁讲，似一时也，比一时也。睇嘅时候讲出嚟嘅理由太多太多变幻嘅因素，系靠人嘅，唔系靠嗰个律嘅，唔系靠例律嘅。所以咧，相当之咧，有趣。咁啊，今日咧讲到呢度，咁啊，下一集咧，我哋继续讲到东方嘅神秘学同埋神秘学嘅范畴系点样样界定，点样样做嘅咧？咁啊，15分钟嘅节目，大家可以作为消闲，作为学下书本唔教嘅学问或者知识。相当可以消闲同埋有趣，多谢各位收睇。